All right, ladies and gentlemen, a very good evening to you. 现场的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好。好像一半没有睡醒。大家晚上好。好。好，欢迎来到今天我们这个晚宴哦，欢迎大家呢，今天共襄盛举，一起来庆祝我们饮茶酒楼的17年周年庆祝晚宴。那我是迪伟，我将会是你们今晚的司仪。My name is Daryl, I'm your MC for tonight.今晚呢，别开生面。一开始我们还没有入席之前，我们就已经看到非常多朋友很高兴在外面那边，对吗？在玩这些我们的这娱乐游戏。是的，这是一点复古的这个有一点这个因素在里面。那待会儿呢，我先看一下先，举个手，现在手上还剩筹码的朋友举个手。OK, 放下放下，手上没有剩筹码的举个手。哇，你们的手机不是很好，可以放下，谢谢。OK,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哦，我们今天这个不只是给你们玩来娱乐，待会儿呢，你们手上的这些筹码也可以用来换这个抽奖固本。哎，是的，我们其实有准备了3份大奖，是特别给现场的赌王赌后们的。OK, 所以待会儿呢，你们用手上的筹码，再迟一点的时候，我会让你用这些筹码来换取一个特别抽奖副本，15个筹码换一张。基本上啊，现在手上有没有朋友有超过15个筹码的？举个手看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剩下8到9位了哦。没有关系，我知道大家手气不是太好，所以呢，待会儿我会叫我的同事们，会分一些筹码给每位来加。加给你们手上有多一点点筹码，所以如果就算你现在一颗都没有没关系，等一下我们一人给一些，好不好？那你们待会可以继续的玩 ，OK? 是，而且要注意哦，等一下有特别时间的，即时一到，我们可能会加给你们赢更多。本来一赔二可能变1赔3、1赔4、1赔5，越迟越赔越多。越赔越多啊，对啊，买1块赔5块、10块之类的，好，待会我们让你知道。OK, 这只是其中一个。当然我们在这里呢也会玩一些游戏。There will be some stage games. I hope you guys can participate as well. OK, 今天是我看到一些朋友特别有精心打扮为我们今晚的这个主题啊 ,Vintage Team Dressed Up。有吗？你觉得你桌上有朋友穿得很漂亮的给一点掌声现在。既然每一桌都有，等一下我去每一桌，你们推一位出来给我。反正每桌都有，对吗？OK, 今晚也会有一个时候呢，待会我们会让你们上台来展示一下哦。Best dress contest leader for people who have dressed up for this evening.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. So we have some prizes for that. OK, so we are going to start dinner proper. Are you guys hungry? 肚子饿吗？我觉得我讲中文比较多人会回应啊。我们在开席之前非常重要的，我们想请一位非常重要的朋友上来为我们讲几句话。来，我们掌声邀请我们的老板 Mr. Jack Tan 上来为我们讲几句，上台致辞。